这样，就是说，整个核四的议题，包含整个废核的这个运动，其实在台湾已经好几年了，二三十年，大家已经关注这个议题非常久。那我想现在是历史关键时刻，大家对这个议题都有很高的关注，包含林先生现在透过绝食的方式在进行抗争。那林先生已经到第五遍了。对，那我希望说，接下来马政府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善意的回应，能够做一个行动。昨天在这个整个马术会的状况其实非常不好，那大家都感觉到其实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特别诚意要去回应这样的问题。那我想现在能够解决这个困局的，只有通过人民自己行动的方式能够解决。所以我今天来这边是主要是要声援整个废核行动平台，那包含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跟地球公民基金会，然后还有废核行动平台的很多众多的团体，他们发起这个反核行动。那所以今天就是来这边表达我们声援跟支持的。你怎么看蔡主席在2021年要选总统？